子，然后我要去挖矿，挖宝了。好、哦，不要玩大阿哦，飘，挖到阿飘再说嘛。会挖到阿飘，会啊。那这个舞台姿势是白目，门在哪里啊？还要来门在上 K 面。秀，就刚玩的。螺旋的位置啊。哦，看到了，走过头了。机器呢？机器呢？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机器呢？快点啦！快点啦！我在等呢，机器。太近了吧！我要先做背包。我要做包包。明明没在家里附近，这样子跟着喊。机器嘞？打到主人了。出王。出王。哇，你做两个哦，不愧是娜娜系。不小心断了一个包包，都不愧是娜娜奇。包包地上有一个，第三个地上有一个。哦，包包地上有一个。我要去挖宝了，挖宝，挖什么啊？嗯，还可以做什么？蓝宝石，好东西。哇，我可以做这个。做什么？这可以干嘛？耍白痴。那个好像走了会加那个啦，会有风在帮你吹，所以你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拿，你可以拿风筝啊，风车在那边边走边。哇，我有雨伞嘞！那边有飘飘，那边有飘飘。等一下，你玩到飘飘了啦！你有雨伞养不起，我也有啊。好吵哦，这一只。不要讲话啦，神的闭嘴。我有二号飘飘了，我有二号飘飘了。有人在挖鬼出来啦！我的雨伞比较漂亮，我的也很漂亮。我讲话咯，好吵，讲话太吵了，直接被嫌弃。做包包，包包，我有哦，这个好像是可以降温吧。啊，我的草还不够，这里有草。哈，挖完了，没东西了。这么快哦？跟蛛王换黄金啊！刚不是哈基有找到蛛王？嗯，对啊，左上角。是要给他肉不是吗？对啊，没有给他你挖到的东西也可以。哦，是哦，就是玩具的话，你给他，他要给你黄金。哦，可是快晚上了，我要先回家。啊，晚上是什么？可疑的大理石吗？可疑的大理石，很可疑啊！有没有人可以用火？那个是啊，要晚上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下啊，大家注意听啊，这个东西要记啊。如果看到野外有一个木桩，一堆木桩木墙，然后中间有个箱子，千万不要开啊！好，哦，陷阱，好，嘿，你要记得，来一种剧透人家，有没有人有火？有没有？我没有材料。来右下，来右下，来右下，来右下。我有火把，我有火把，我有火把。哦哦哦！萤火虫。我刚才站在萤火虫上面。啊修啊！哎，谁在烧树啊？我啦，一定要烧树啊，要木炭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对啊。树很热哎，走开啦！老蜘蛛走开啦！好难过。哎、欸，蜘蛛在我旁边，我还是会加理智。OK 的 ，OK 的。哦，哎，我也在加理智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蜘蛛你输了。那其实比较厉害。可以，可以蜘蛛你输了，那其实比较厉害。好多人哦，看这个就，是光明一点吧？对。那个有办法都当照明用吗？好像可以耶、欸。嗯，我的理智都没在变呢、欸。这只兔子是，它其实怕黑啊。哦、嗯。啊！小姐。哎、欸，我想跳虫洞了。我觉得小雨跑很快，很跳啊！好笑，跳啊！跳啊！跳啊！这什么啊？我拿到了一个雪花，雪花。格格是 gin， 哪里？蛛王在哪里？我拿送他东西，应该在左上角里面。哎、欸，你们有共享地图吗？有啊，看一下。哦，看到了。
远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把那个落水洞挖开了。你在冲沙小啦？你家里很近哎。那晚傍晚会呵呵呵。哎呦。那重点是离家里面超近的。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哦，刚刚就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。哦，我刚刚只有看到洞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产生的。哦哟，现在你知道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那家要移动吗？不用啊，也是可以啦，因为那边也只是一个机器而已。机器可以走吗？我有很多黄金，不用怕，我有很多黄金可以敲掉，可是回一半。嗯，我现在有八颗黄金了。我也有七颗、啊，曼德拉草要拔吗？耶、yeah, ，黄金继续累积中。哎、欸，凡心，你们曼德拉草会拔吗？会啊，十六颗。好，我帮完再拔好了。他能做抵制哎、欸！啊，好险！我帮完再拔好了。黄金好多、哦，哇！哇，我已经有一组多的黄金了，好多、哦。门那么多。啊、中空木去找猪猪王是不是？刚刚盗墓来的。哦，也是盗墓完，然后把东西拿给猪猪王。这什么？舞台姿势？不要理你，不要在他旁边点火把，傍晚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，他会跟着你回家。啊、哦？然后最白目的是，他会跟着火光走，所以他会站在你的那个萤火旁边赖着不走。哦、很定，很定的、欸。很定点，就是一个很烦的存在那样子。对，哎、欸，它有什么作用啊？我忘记了。敲它88下，可以获得它的那个配方，可以自己做那个舞台姿势出来，就是装饰品。八十八下。然后你拿火把去烧它，它会把火拍熄，没了。好可爱啊！那可不可以做一堆的那个舞台姿势出来？哎、欸，只有那个会动的会拍熄。哦、oh, yeah. 有个 mod 是做舞台姿势，然后可以当路灯。现在的、oh. 现在鸟人还会穿网袜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订的、啊、我订阅的 mod 很可爱哈、哦，穿网袜。对，我刚刚远远的看到这怎么会网袜高跟鞋在那里，然后走上去鸟人。哦、我看到宝箱了，我要偷一颗。宝箱不能开啊，不能开。我没有开了，我走掉了，我走掉了。开了，我直接瞬间变冬天。对，有个陷阱宝箱是直接变冬天哦。我觉得以后，我觉得看待我看到什么东西都先不要动，先问可不可以弄再动。这个游戏充满了陷阱啊！多枝的树苗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砍那个圆圆的树吧，它就是会掉这个树苗，可以吃也可以种，选一个。我看它种在地上的、欸，啊、那个、无害。哦，它有在倒数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倒数几天长大吧，是40秒。你等我4秒，旁边等40秒看看。居然不减便便，便便不缺啦。自己拉扯了。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啊？就有要换地点吗？那还要回家了吗？我找不到。谁呀、啊？找不到矿破蝙蝠啊？啊？谁挖的？谁自己解决啊？好，我解决啊！我去打，死掉就算我的哦。你就直接人插在那个洞里面，然后把那个洞塞起来，这样子堵住。哎、欸，我跟着脚印走也走不到，走去那里？脚印不见了。我带了两个很吵的东西回来了。头。嗯。找不到脚印了啊！没事吗？对，便便，因为我工具爆掉了，便便拔回去啊！你要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什么，啊、我找给你。喵，见喽！要做大象啊！哦，便便，大象现在要找大象吗？快晚上了呢。可是我已经走到很远的地方了。啊，好哦！那什么？那什么？好可爱哦！猪猪草啊！哎、欸，我走到猪猪的家了。它是那个啦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好可爱哦！猪猪家。曼德拉草，这个就是你晚上跟傍晚拔起来的时候就变这样子，一直草，然后你早上拔起来会死掉。啊，是。
它的功用是什么？拉草吗？它可以做一个睡眠笛。嗯，有蝙蝠哦。或者是你直接把它吃掉，它也是可以补蛮多血的。然后你会睡觉。嗯、对，会睡觉。好多蝙蝠哦。哎、没有人做箱子啊。好，我做。这里有好多，我这里有好多黄金哦，来给你们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、啊。洞在哪里啊？洞在。这叫走路草。捡一个。右边。你不是捡一个，你是捡了二十个。为什么是二十个？我把二十个叠在一起。好吵哦！我早都不把它捡回来了，吵死了。很可爱哎、欸。它吵死了，它超吵的。这什么中空树桩是干嘛？那个是晚上的家。红蘑菇不能吃哦。红蘑菇刚有讲过咯、红色是垃圾。好。有没有食物？我好饿。那拉奇要饿死了。食物。那拉奇要饿死了。地板。啊，有了。一颗。很没利用。到自花了，好好可以撑一下。哎、过来吧，嗯，来我这边右上。哎、还是你右上？啊、好。哇哇哇！我烧了一棵树。好。那老七饿死了，他也饿了吧？嗯，我有很多吃的。烤个东西吃。哎，你有切石头哎、欸？有，给你啊。我不喜欢带着他。不喜欢。每次打怪打一打都喂死，我剩43了。43，我是不是被喂死了、啊？对，我想说饱食度怎么变高了？因为刚刚掉地板上。掉地板上，原来是地板上的东西哦。好吵啦，上吵的啦。好了，我走，我要走，吵死了。走了，切石头。我们黄金很够，我们可不可以再往上升啊？可以。再要我这边还有，要石头的那个。鸟放在一起了，用在树丛上吗？还是这可以揍它吗？鸟，粪，等他们讲完。好。鸟屎是拿来当肥料用的，所以可以用在树丛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那个木树桩，我理论上不会打。不是我说那个什么猫熊，对，那个我理论上不会打玩熊哦，因为就多砍一点石头，因为那个哎呀，你找比较快，你找，因为它很可爱，不是因为一个树桩会产最多九只玩熊，你杀了第一只、会产第二只，然后就是产到九只又死掉的话，那个树桩就烂掉了，哦，就不会再产了。啊！你不打它也会有其他生物打，其实没差啦。反正就是打一打有肉。看不到挡住。谁砍树都不把那下面那个挖掉，不舒服。哦，那挖掉。看来知道是谁了。不舒服。谁了？是谁？不好意思了。你是怎么挖到一半不爬？不是啊，上面就还有一个。啊！啊、超近的、欸，挖，都挖，都挖，都挖，看哪个？这个大便怎么那么近、啊？它既有食物吗？干，没有。食物要怎么获得啊？可爱。要么去打肉，要么就去捡。跑远一点。你会打吗？目前我不会。会爽。好了，我要去。我真的我没攻击力哦。啊？没攻击力？我们在打大象。好好哦。啊，不是，严格来讲是繁星在打大象。哦，了解。啊，这里有脚印。我也来去找大象。稿子断了啊！反正他就要死掉了。我怎么攻击他？F， 哦 F， 接，接，那我就在家附近好了。喂，我打，不是，我跑
走走走走到一半要 F1 跟 F3， 这样有点难按。距离有点远。这是新的大便吗？新的大便？什么新的大便？足迹吧。新的啊，那是新的。啊、好多食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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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食物。你先找，你先找。你找到跟我讲。我这边。哦、好像玩这游戏就只会找大便。我玩这个游戏最后就是学火鸡叫。火鸡不要啊！火鸡把我的莓果吃掉了。我打人，打火鸡喽！这边啊，打火鸡，打火鸡，打火鸡。这里，这里。快快快！他吃我莓果，我打他拿鸡喽。应该不是这个吧？应该刚刚应该消失了。当然。可是位置是往这边啊，可是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站在火鸡旁边，直接把他弄死哎、欸。可以啊。哇！火鸡不会跑吗？不会、欸，你那只的特色是不会离开你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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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你也是动物啊。真的，动物都不会因为我跑掉哎、欸。有了出来了，其他人就会了。这个地图有蜘蛛吗？我在找，我在找蜘蛛啊！你不要追，你不要追，你不要追，你不要追！我需要武器啊！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你是什么东西？